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成人自学钢琴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很好的右手练习。首先是哆咪嗦啊，次序是这样的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的中指到六度音，然后再降西，然后是八度，用小指头。好，我们连起来哈。好，分享到这，拜拜。